说你见过神，但是你并不了解神的喜怒哀乐，不了解神的喜怒哀乐，不了解他的心情，对他的公义没有认识，对他的怜悯也没有认识，对他喜欢什么恨恶什么也没有认识，这就不是认识神。你对神有认识了，你对神了解了，对神的心意能明白一些，掌握一些了，你知道神拯救人的良苦用心了，就能真实的心神，真实的顺服神，真实的爱神，真实的敬拜神。在神道成肉身做工期间，人对道成肉身的神的心情，所思所有越有认识，所思所有越有认识，人越觉得报爱，对神越有敬畏，往往对神越没有认识，越打打呼呼就把神当人对待了。人若真认识神，真看见神，就恐惧战兢，就能匍匐在地，不认识神的心情怎么能敬畏神，怎么能敬畏神呢？人不认识基督的实质，也不了解神的心情，就更不能真实的敬拜实际的神，不能真实的敬拜实际的神了。人只看到基督外表普通正常，对他的实质没有认识，这样人就容易把基督当作一个普通人对待，对他能采取轻慢的态度，能欺骗能抵挡被你论断，能自以为是对他的话不当一回事，还能对神奇观念能顶嘴亵渎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认识基督的实质，基督的神性，这是认识神的主要方面，这是认识神的主要方面。之所有信实际神的人，
进入必须达到的，是所有新世纪神的人必须进入必须达到的。